亲爱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来收看今日的节目。来，知识就是力量。好，今日要讲的吼，绝对不是全台湾，全世界大家都爱看。今日要来讲什么款的知识呢？好厉害知识啊！致富的，一旦我咧变好厉害，你若知影讲变哪理财，你若有这个知识，哎呀，我相信吼，你就未受到金钱的捆绑。你就未为着金钱来苦恼咯，但是真侪朋友讲，哎呀，老三啊，这个物件唔免看你的节目，这个物件哦，册店吼，凊彩一间册店看一面吼，迄册拢规排的啦。啊，你凊彩一间银行这边吼，请任何一个小姐，伊叫做理财的专员，理财专员，唔免叫个主任经理出来面，凊彩坐柜台一个小姐，你坐咧该谈要安怎理财，吼，大家拢真好讲啊。啊，这个节目吼嘛，免你讲，你久久啊才讲一摆尔。我第四台准较后壁台咧，哇、哦，迄大家人外口讲的呢，迄大家外口谈的呢，这个关系到理财知识已经真济咯。听我一句话，市面上你所看到这个理财这知识，90%以上拢甲你害死。为什么？因为90%以上的理论，拢教你。要安怎样？伫短短时间内底就发大财。如果啦，钱若遮好赚啦，上要上班，上班早啊9点，8点就爱出门，搭车。上班时间半点钟算近诶，1点钟合理。哦，我9点上班，8点我就出门。8点出门，7点我就爬起来，就爱起来准备。是你咱有囡仔爱去学，6点我咱就爬起来准备。迄、那个日子偌辛苦呢？哦，啊，即摆去上班，上班就搁互骂互念，就搁要负足些责任。即摆中昼休困点外钟，继续搁上到5点，下班了拼倒转去，啊，就搁煮饭、洗衫，哦，买便当转去食，嘛就爱搁。做环保回收、资源回收，有忝无？有够忝。逐工安尼，啊，一礼拜拜上个拜五呢，啊，做甲要死去安尼啦，无通休困安尼。1个月30天，领偌济？大学毕业生28,000，无到30,000。那小可讲已经有即个上班的经验的，1个月领一个才5万。股票市场，我一日涨停板10几万都去卖啊！我现在要上班，亲爱朋友啊，我刚才问你一点啊，你逐日上班看到这上班族，阿们拢瘾头，拢白痴就对啦，都白痴，拢智障就对啦，拢脑残就对啦。股票叫好谈唔去谈，逐日他妈的跟人咧挤公车，他妈捷运。啊！当他阿呆咧，啊，面足歹看，拢困无饱，知啊？他妈捷运，他妈车顶他妈咧害咧害咧害咧！啊，有个坐迄个通联车，坐迄个火车有无？坐铁路的通联车啊，足艰苦个呢！啊，佫有人为着上班，台北塞车塞到新竹去在上班。啊，因为伊讲，啊，都台北搭车嘛1点钟，我高速公路塞新竹嘛1点钟，我不如我新竹上班，哦，去科学园区上班，下班当然佫1点钟。趁钱，那是像电视顶管这专家咧讲的，这简单，你安尼想就好嘛。正经那钱这好赚，世间哪有这济白痴的人去咧上班？我问你这点就好啊。你家己问你家己，你自己问自己嘛。我每天出去一路上看到成千上万的上班族，是每一个拢比我较功利啊。你问你家己嘛，这去上班的人是不是足多人在校功课比你较好？是不是足多人？因爸是教授，因爸是可能是个政府的官员，是不是足多人？因家真好个，但是现在伊嘛去上班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钱足歹赚嘞！我跟你讲，为什么？足简单，我就讲一句话尔，钱歹赚啦，卖他妈骗家己啊！讲钱偌好赚啦，钱偌好赚，谁跟你讲的？是不是拢电视一挂老师、专家跟你讲的？钱啊，才好赚，伊都紧去赚钱就好啊。以前那伫电视、
甲你讲免哪趁钱，做功德哦，做功德，伊都伊若要做功德，讲我做功德个呀，我是咧普度众生。伊若做功德，伊都钱就好赚了嘛，伊都注意赚的钱，提出来捐，安做功德啊，安就好啊。你呢，他着去教人免哪趁钱，唔免啊，做功德安怎做？老师，这个月赚到300几万啦，啊无安尼啦，观众朋友啊，我甲你回馈啦。哦，回馈啦！加入我的会员，卖啰嗦，今仔把你拍50%，骗笑的。你若正经要做功德，老师一个月赚300几万啦，讲实在啦，这个钱也足好赚的啦。观众朋友，那恁囝要交便当无钱，交出差费无钱，哦，恁某要选车无钱，恁贷款拿袂起，哦，你要坐公车无钱，通买迄个捷运站的迄个悠游卡，你团金。团进来吼，算讲我甲你评估你的状况，我甲你补助。啊，歹势我一个无多补助超过5万啦，因为咱这需要观众比真侪啦。但是至少10万起跳安尼啦。你若好当你做这个节目，我真正我佩服你，我真正我相信你咧做功德。啊，骗人咧唔捌咧，讲啊啥物咧哦，敢那足慈悲为怀啥物，都是伊咧欠钱嘛，你这。大家较认真想咧嘛，就是电视顶的老师欠钱啦。我无欠钱，我咧上电视做老师。我若无欠钱，我当外口踅街，我啉咖啡袂样呢啊！你想我做电视足好做吼？老三也未来做老三广告的进程。我干小弟啊去学校拍球，我从已经出社会啊，我去拍球，人讲我高中生，你知哦？我保养了偌好呢？咱自从做电视了后，我化妆师嘛甲我讲哦，老师啊，我安尼画你的面安尼吼，已经安尼画遮久啊吼，真正是有差，讲我啥有差？啊，逐日即个摄影棚啊，我咧录影时啊，即电火啊，拢足大拍啊，遐安尼照咧照咧照咧，对皮肤伤害足大啊。你想我录节目，我来遮，大家拢等我，我来遮门去到门家口，我电铃室咧，人叫甲我跟来遮，我讲，啊讲煞钱送去阮家安尼哦。骗笑的！要录电视节目人，9点录，咱8点来就开始就开始啊，化妆哦，吹头妆，啊，即马伫遐讲，我都搁只都只拍拍拍灯，尔嘛，甲人塞车。那真正才好谈，像你讲的，啥物连续4G涨停板、5G涨停板，都那真正才好谈。伊透落伫伫电视吃这行饭，伊透落伫遐摕一张纸咧讲，今日加入我的会员。怕鬼子，你这司马昭之心嘛，哦，下去做款这波人都是老子缺钱嘛，你讲讲遮济，都是我欠钱咩？啊，就讲拜托这会员吼，加一个会员我教你，啊，这啥物好处？啊，了都无了着我，了都无了着我，了是我的会员咧了哩，哦，那谈会员感谢我，啊，那了会员甲我骂甲要死去，啊，骂你做你个骂袂听啦，对不？我顶多我电话卖接尔嘛。我甲阮小姐讲，电话唔通接，我最近哦，吼，换200-300点安尼，电话这两天唔通接，吼，拢卡机尔，拢哦，拢占线，吼，拢安尼。这个社会都是人家人的社会，所以亲爱朋友，理财秘诀足简单，钱很难赚，我甲你讲，这就是一个不变的真理，都是钱歹赚，所以足侪巧的人，伊只系讲安尼钱歹赚，吼。咱甘愿较辛苦咧，但是至少到月底钱拢会入来。咱稳稳啊赚吼，安尼就好啊。卖你讲啥物一个月一个赚咧200-300万，你也看啦，包括日本啦，包括美国啦。以前迄落啥物股票大师无，即马刚剩一个巴菲特，还阁有伫咧尔啦。你若去查即落投资理财即个方面咧，即个知识历史你来看，迄日本的啥物投资大师啊，还阁美国啥物？大师以前历史上讲真牛真牛的人，尾啊吼，拢一败涂地，到最后拢破产。甚至有一个足出名的投资大师讲一句话，伊讲一个人要好起，一生爱破产2次，他要经历过2次破产的折磨，伊才有可能好起。做人做个遮艰苦，一世人你破产一摆了，你要掉头去破产2次，你挡袂掉啦。所以我拜托咧，亲爱的观众朋友啊，吼、哦。卖予人抓到你想要赚钱的心理，啊，不是像这诈骗集团，是安怎给你骗的？你若正经讲有啥物好谈，我跟你讲诈骗集团上好谈啦，咱讲实的啦。
诈骗集团电话甲你敲咧尔，叫一个囝当边啊耗尔，讲恁囝伫我家是偌济钱，你也随回一摆我的户头。诈骗集团上好谈啦，哦，啊若无去做贼仔偷看车上好谈啦，啊，我看到这个笑话啊，偷看车看尔敲电话甲你讲，啊你车伫我家，你偌济我，哦，阮这阮是公司，阮咧做诚信的，哦，你真心话，我车绝对洗车拍落规台车水水，牵登去恁家害你，啊有这款的，这款人也好谈的啦。啊！若无诈骗集团了，骗伊讲啥物？你中奖啊！哦，赶紧奖金的几趴，赶快汇过来我这边。你若讲全世界要好谈，正经敢那用骗呢？这个潘啊，这款呢上好谈啊！一个另外一款就好谈，仙人跳哦，反正查甫人嘛，吼，食色性也哦。咱叫伊查囡仔水水啊，吼，咱设一个陷阱，仙人跳哦，让你无面子，翕起来来，我这甲你勒索哦，这款呢上好谈啦。啊，这款代志咱都唔敢做，你违法的代志嘛。所以一切好谈的物件，迄拢是非法的。非法的物件拢真好谈，吼、哦，卖假药啊啦，去勒索啦，地下钱庄啦，哦，暴力讨债啦，吼、哦，这拢足好谈的。但所有这个好谈的，我相信老三观众朋友，吼、哦，你看我的节目的善良老百姓，我看你大概拢做袂出来。啊，那别讲正经要，哦，咱脚踏实地好好啊做。要赚大钱哦，你真困难啦、啊，真困难。即我跟你讲，理财的一个观念哦，都是钱不是像你所想的才好赚。第二点，世间无即个吼稳赚不赔啦，干那有赚无了的啦。然后迄种代志，世间无遮济善恰人啊，大家嘛好下去啊，莫相信这物件。啊，我咧讲吼。一个人，伊会想要去买一种册来看吼，都是心中有咧贪啦，你知哦？哦，你若正经讲，我想要怎样讲，要安怎吼，正确正确的理财观，正确的投资的方式，迄种物件你唔免买册，迄种物件巴菲特甲你讲就好啊。即嘛全世界上解用的巴菲特，伊甲你教就好啊。谁那巴菲特甲即嘛个足厉害？因为巴菲特的原则。无啥物秘密，这个是全世界上界有名，大家公认啦。上界搞做股票的啦，股神啦，那个股票的神啦，哦，叫做巴菲特。伊甲你教得好啊，都伊安那操作，你都安那操作啊。问题你都挡伊袂掉啊。巴菲特讲，我投资，我一摆投资了拢十年、二十年啦，你挡伊会掉？你挡袂掉啦。巴菲特是伫美国，巴菲特嘛伫台湾吼，套牢套到死，我甲你讲，你是外高。台湾即个拢人为，迄种大主力大户，迄手当嘛咧出出入入的。巴菲特，你想伊外国，我这真有潜力，照样台湾人介厉害。即个我你什么老白主，我若正经要甲你掏空，我咪就甲你掏空啦。啊，正经你得罪了大人物，要整死你哦，要是整死你啦，我甲你讲。所以讲吼，即个物件真正，你今仔个好好听我老三讲两句啊，赢过你听即个什么老师，迄心理学好你，因为我无咧甲你收费话。哦，所以咱今天听咧这么休息，心情放轻松。下半段我跟你讲，里边来好听。好、哦，等下继续收看老三做。来，欢迎回来老三的族，迫不及待哦！讲到钱，大家目睭金金金啦！来，听人生金融一句话，叫做“人无怀才不富，人无横财不富”哦。但是这句话不是圣经的话，啊，跟你讲笑啦吼、哦，不是啦。圣经话跟咱讲啥？今日这句话，今日人生金融是跟咱讲，圣经讲，遐、那个、想要发财的人，真正你会凄惨落魄；遐、那个、想要发财的人，因的心会怎迷失去，怎踏入了迄个败坏的陷阱落去？所以你会记得一句话：想要发财，出大代志。我跟你讲，唔通一直想要发财，想要发财，想要理财，才是平安。无同哦，理财就是讲我来管理我的财富。发财就是讲，我无论如何，我钱就是要变多，我钱就是爱愈来愈多啦，迄叫做发财啦。钱愈来愈多，感到真正愈来愈快乐，无一定。
那这个观点我无想要去讲啊，因为你呐，从以前你看老三的节目，这个观点我已经啊讲到要讲到随便乱记就对啦。卖就是讲好嘢人一定较幸福，好嘢人一定较快乐，好嘢人较平安，好嘢人日子较过，绝对错误的观点，绝对错误。迄是善恰的人家己吼，唔知要安怎用想的想，我若好嘢就好啊，问题拢解决啦。迄是你想的啦。正经你若好嘢了，你的世界根本唔是像你所想的安尼。哦，所以你来看这个世间的好嘢人，有几个讲真正真快乐的，足侪好嘢人心灵足康熙的嘛。哦，足侪好嘢人，伊唔知影要安怎安排伊的日子嘛。足侪好嘢人，伊去食一顿啊好食的，嘛无啥食了济啊，食甲会闲啊。伊唔知影变啊，互家己得到真正的快乐嘛。哦，当然唔是每一个好嘢人，我是讲有诶好嘢人，伊无法度真正的快乐。所以呢，这跟你的钱财是无关系。咱即摆咧讲诶叫做理财啦，就讲你也知影要安怎管理你的金钱，快乐。是对你的管理来的，不是对那个钱的数目来的。你一个人的快乐是因为这些钱交在你的手中，你给发挥了真好，你够用钱，你才会快乐。该开爱开，该欠爱欠，该投资爱投资，这样你就快乐。一个人用钱用到心情平安，他就快乐。一个人用钱、管理钱管到晚上在睡不去，安尼，你这个人的理财都是失败。我用这个足简单的结论，咱若咧投资的人，因为咱台湾这个股票的市场，足侪人在做嘛吼。咱有投资的朋友，第二天报纸一连开尔，昨美国跌500点，啊死啊！今日上班心情够歹，惨啊！昨美国跌500点，啊，咱台湾才跌几点？你若是有这种心态人。基本上，你的投资都是一个失败的投资，因为钱是要让你快乐的。你因为人博，你就开始紧张，你的生活已经完全受到迄个物件影响去啊。这叫做未蒙其利，先受其害。钱也未赚到，已经先烦恼去啊。钱也未入来，咱已经先压力已经先来啊。念头，安尼都唔对。啊，你讲我钱拢伫遐，我当然啊啦。迄就是问题伫倒位。问题就是你的钱放伫迄个所在比例伤过悬，就是遮简单，就是遮简单。人自古早到即摆甲咱教，唔通所有鸡卵啦，拢放同一坑仔啦。万一你若摔倒吼，我剩啖蜜汁尔啦。无半项啊啦，哦，鸡卵爱分开啦，迄叫做 分散你的风险。哦，如果你若讲股票，美国股票跌500多点啊，惨啊！台湾可能跌300点，哇，惨啊，惨啊，惨啊！当去三个月前的低点，哦，哪有礼拜？哪有礼拜？我仓库也阁足侪钱咧，跌咧拄啊好，三个月前我买无到，啊，我即马拄啊好。趁即马跳楼大拍卖，我即马赶紧来买。你来紧张，你袂紧张。所以投资的朋友，你也记得，你投资一个物件，伊在起，你也痛；伊在跌，啊你也爽。安尼我咧讲，你才是一个成功的投资者。你成功的投资者，因为伊若起，起我有哪趁有着；伊若跌，跌拄啊好，跌我还有后壁资金分批买进。我咧好，拄好我买，我咧等无机会咧。即卖遮贵，我唔敢买啊！一个物件遮贵，套落买，等你较俗则来买就好啊咧。遮贵阵套落买，风台天啊，青菜有无？迄一百八十块，你笑啊！你怎卖买啊？你等你博到一百八块，你则来穷就好啊！要食偌济有偌济啊？何必着安尼？这是啥物？这就是贪嘛，贪嘛！因为咱一摆都总好落啊嘛，迄个博十八啊，拢博的嘛，这就是。资金啦、你爱会晓分配，你会晓管理，哦，所以足简单的道理啦。要好嘢，我老三甲你教，先俭才好嘢，先储蓄再投资。你若无俭，都无钱，无钱用无鸡啊，变哪补鸡卵啦？你得先有钱嘛，先俭。第二，有钱了后分散，
吼、哦，一部分养老金放长期的30年后摕倒转来，后即个8年后摕倒转来，哦，佮再来一部分呢，再来讲啊，咱一个月了摕倒转来，啊，你若拢欢喜吼，咱有做股票做了有趣味的人，一声吼、哦、算趣味的，即、這个今仔日买明仔再走，吼、哦，你袂惊啦，博到死你也袂惊啦，所以讲。做投资要钱财，钱是要让人平安。你若为着钱在烦恼，你就是完全彻底失败去啊！所以，亲爱朋友啊，会记哩。老三拄啊讲的这几个原则，唔忘你，就这简单俩。巴菲特讲的，长期投资，长期持有哦，大部分拢会当获利。除非你买到种类公司，买到好的产品，看我长期主人一定保你台的，都安尼这简单俩。唔忘每一个朋友。哦，咱拢做金钱的主人，唔好做金钱的奴才。节目就到这，多谢大家收看。欢迎收看《老三念歌词》。今仔日呢是贵宾来访啊，贵宾什么人啊？徛伫我老三边啊，这位吼，萧煌奇先生啦、啊、吼。大家可能讲，今天呢面色安尼，当然，人这是歌星啦。我歌星佫请个你个单元来啊，当然咯。因为咱这个单元中间足侪咱这朋友吼，这视障朋友吼，拢嘛是咱煌奇的好朋友吼。你卖看20几岁呢，真厉害吼，欸小对大家小夸请安一下，好、哦、来。啊，老三哥你好，啊，各位咱啊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萧煌奇。是萧煌奇，而且煌奇加载吼，迄阵啊好名好，唔就变青旗，就变中药旗啊。对，唔是，迄、那个黄旗嘛是中药啊。嘛是啊，嘛是中药、啊。所以你的名叫中药名、啊、对不对？我这中药就是安尼，大家拢爱做介意的中药嘛，我为大家安尼，哇，身体真好，系啊。先哼唱一挂好听的歌呢，莫怪你的声音才好，就是拢较重要。是。不啦，咱即摆是咧讲笑吼，咱嘛看黄子刚才讲足少年安尼吼，我看了本来讲10几岁呢安尼吼，10几岁收过分啦。唔啦啦，20几啊啦吼。20几，我30出头啊。不啦，这岁数不要紧，最主要是讲，虽然伊也是咱心里一个视障的朋友吼，但是伊咧写歌的时阵，心中有缘。上帝虽然和伊的目睭甲咱了比起来有差，但是上帝和伊的声音甲我嘛是有差啦，是差真济安尼啦。安尼感谢上帝。哎，对，我咧讲、哦，你放心，基本上你这个单元我会甲你囥到年尾，最后阮这个单元要结束之前，我才会播出。哦，安尼吼。啊，无先听你的声，我听我的声，要听你呢啊。安尼无要紧啊，后礼拜我主持嘛，对吧？对，阿吉讲过嘛，阿吉两关系嘛，来，咱就切掉，来，唱歌要讲未？来，讲真相，咱先简单介绍，来，就代表介绍你今天要唱的这条歌，叫做《天哪更》哈。带来这首哦，《天哪更》是哦，有足侪人哦，一直伫咧一个爱。困苦当中，只要咱有坚持，咱有力量吼，去为着理想来打拼。我相信黑暗的背后总是会出日头，所以用这条天若光来和大家一挂勉励鼓励，希望大家看到天光就会想着讲感觉有五万啊咧，五万爱继续努力。好，安尼真好，大家即马赶紧拍个声吹落去，咱来感谢呀。一条路是咱走过的路，一个梦是咱要完成的梦，一世人快乐悲伤的代志永远讲不完，这段情永永远远袂改变，咱的手就爱一直牵咱咱。咱的心嘛，永远拢同款。一世人，咱要走出幸福期待甲未来，但咱用时间啊坚持，到我倒转来。无论环境安怎改变，不管命运安怎安排。来过咱的双手，来打开咱头顶的一片天。无论经过多少挫折，经过多少困苦，我相信黑暗的背后总是会出日头。天若光，日头
光若是照着阮，黑暗嘛就会离阮愈来愈远。天若光，小鸟若是叫着阮，自由啊就会带咱飞过每一座山。啥物拢也毋免惊，光明啊，去头前，咱咱来看。咱的手，就爱一直牵咱咱，咱的心。嘛，永远拢同款。一世人，咱要走出幸福期待甲未来，但咱用时间甲坚持，甲换倒转来。无论环境安怎改变，不管命运安怎安排，咱来靠咱的双手，来打开咱头顶的一片天。无论经过多少挫折，历过多少奔波，我相信路还没背后，总是会出日头。天若光，日头光若是照着阮，黑暗嘛就会离咱愈来愈远。天若光。带咱飞过每一座山，天若光，咱啥物拢也毋免惊，光明啊，伫头前。